靠男性應該娶妻，而女嘅就應該揾另一半結婚。喺佢俗語入面嘅當字代表應當、需要、當然咁解，而代表當時嘅社會背景需要男女完成嫁娶嘅任務。仲有題目入面嘅不合時宜，代表唔適合於現今社會嘅大多數人。因此要衡量佢係咪不合時宜嘅標準，就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呢句話係咪仍然適合於現今嘅社會背景，同埋係咪違背現今嘅價值？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已經唔再適用於現今社會嘅環境。喺中國古代，百姓普遍以農業捕魚為生，所需嘅體力勞動比較大，喺生理上面，男性更加能夠勝任，而且女性具備生育嘅能力，所以喺性別分工上面，男性以工作為主，女性就以相夫教子為主。為咗為社會注入更加多嘅勞動力，令女性可以有經濟支柱，盲婚啞嫁十分之普遍。結婚成為了古代應當要做的事，但是時移世易，隨著社會經濟由農業轉變為金融、資訊科技、人工智能、服務業等為主導，社會對勞動人口的要求已經由體力轉為科技、第三產業之類為主，因此兩性的差異收窄，加上女性受教育的比率大大提高，例如香港15至24歲的女性當中，受專上教育的程度比例達到54%，數字甚至高過同齡嘅男性。而喺政府公務員入面，級別最高嘅18位常任秘書長入面，超過60%為女性。喺政府委任嘅資訊及法定組織非官方成員入面，女性佔36%，較前20年增長10個百分點。可見女性喺如今社會有更加多嘅角色，逐漸與男性平等，亦都可以養活自己，無需要再以結婚為生存前提。第二，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和思想的改變，隨著西方的思想流入，社會普遍提倡男女平權，社會上無論男女都擁有了選擇配偶的權利，盲婚啞嫁越來越少。此外，物價增長導致生活的負擔變大，普羅大眾為了減少經濟負擔，亦都降低了結婚的慾望。除此之外，個人主義的普及令到現代人以自己為中心，更加崇尚個人自由，不認為建立家庭是她的義務。加上由於女性接受教育、進入職場、能力、薪金等亦都逐漸與男性抗衡，女性選擇配偶的要求提高，寧缺勿濫，結婚的意願亦都大大降低。所以現在有很多情侶會傾向同居而不結婚。以香港為例，自1991年起，已婚的人口比例已經年年下跌，男性由70%跌至60%，女性就由60.5%跌至50.5%。反之，從未結婚的男性由不足30%增至近35%，女性就由20%大增至30%。可見結婚已經不是現今人中的首位，故此不合時宜。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到了適婚的年齡，越早結婚可以帶來什麼獨特的好處呢？多謝各位。主席，
特別是擔保經濟需求之外，更加係每一個人嘅關鍵。法官已婚人士，已婚代表穩定，穩定方面可以提供小朋友一個必要嘅安全感，有助小朋友成長同埋發展。此外，婚後政府會提供一定經濟保障，其次會有其他嘅津貼同福利。歐盟嘅國家例如新加坡、韓國、挪威等嘅國家都提供咗唔同嘅好處，例如中屋一部分折扣，每個客人定有人去選擇生育，有一定經濟保障，夫妻共同創建美好的家庭，自然就能夠滿足小朋友嘅感情需求。第二，婚姻促進社會發展，現今社會提倡自由戀愛、自由婚姻，不婚主義者亦都越嚟越多，並出現咗不斷下降，導致唔少國家同地區出現人口老化嘅問題。我哋就以中國為例，去年中國係喺61年嚟第一次出現負成長。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數據顯示，我國每100名勞動人口就需要侍奉20名老人。專家視景將會對社會經濟帶來巨大衝擊。曾經擁有源源不斷勞動嘅國家將會在衰退。與此同時，印度聯合國已經表示，印度人口預計將今年年底達到14.29億，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國。印度人口增長，經濟結構有明顯的增長趨勢。呢個就正正證明咗人口將影響社會繁榮與否。而隨住人口老化嘅問題，社會經濟衰退都係時間嘅問題。但現時處於2023年，我哋可以避免到人口老化嘅問題，咁就係結婚、推動生育，維持一個平衡嘅人口，就當提升最終達至一個經濟繁榮社會。最後想問有關同學，你哋今日都承受世界人口老化嘅問題，咁就會除咗結婚之外，準備咩方法咧？大當戒指，到咗適婚嘅年齡，越早結婚越好。因為啊。咁好啦，有方同學，咁我哋睇到嘅現況係喺例如喺美國，有20至30歲嘅年輕人，有一半都係認為事業比結婚重要。有方同學係咪認為鼓吹佢哋結婚？依家世界有人口嘅問題，國內社會分子，我哋應該去。有方同學等陣先，你啱啱認同嘅係同呢個年齡有掛鈎，我哋而家問緊你20同30有冇分別？冇跟住先，聽我講埋先。人口老化問題呢個趨勢已經席捲全香港。有方同學，如果20同30歲都可以生到仔嘅話，係咪冇分別？但係我哋20歲結婚嘅時候，我哋可以有更加高嘅生育率可以出現啊嘛。好，有方同學啱啱問嘅係有冇，你都提唔到數據去論證呢個生育率。我哋睇到喺中國有30%已婚家庭都冇計劃生仔，一系列嘅鼓勵生育都鼓勵唔到生育率提升，所以有方同學論點唔成立。再問下有方同學，如今千禧年代56%嘅成年人仲未結婚，而且一半甚至都唔結婚，係咪認為應該鼓吹佢哋結婚下家？但係結咗婚，我哋首先睇翻合唔合時，係講緊而家嘅趨勢係咪指向結婚？我方話多過一半人未結婚、遲婚甚至唔結婚，有婚仍然為趨勢。但係依家人口老化問題增長喎，我哋應該要我哋而家問嘅係合唔合時，而唔係人口老化嘅問題。有方認唔認呢個係個大勢所趨？咁你就係因為人口老化嘅問題，所以唔合時而婚。有方唔好再講人口老化問題而
家普遍大眾都唔認同要解決人口嘅問題，咁又翻如何論證大多數人都係趨向離婚咧？咁佢哋認同係最少啦，但係我哋作為就算你唔合工，我唔係工資還是工資？
立法逼你去結婚，但其實呢個概念都只不過係為咗傳承同進化。但係喺呢個咁文明嘅社會，你仍然都會有自由嘅選擇權，你仍然都可以選擇結唔結婚、進唔進下，要唔要繼續錯落去。即使你哋錯咗，我哋都會尊重你哋。主席評判有分部分在座各位大家好。另外啦，今美國家庭治療心理學界權威博嘅教授亦都講過，父母結婚可以營造一個健全嘅家庭環境，小朋友可以更容易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同理智，唔會咁容易受到壓力或者人際關係而影響。相反，未婚嘅父母去養育小朋友，可以會容易缺乏理智嘅判斷，容易受到外界嘅影響。由此我哋可以見到，結婚對於養育小朋友嚟講，可以帶嚟正面嘅影響。咁父母為咗更好培育小朋友，都自然會去選擇結婚組織家庭。再者啦，隨住人口老化嘅發展，香港出生率為低至0.8，所以香港政府佢都會俾結咗婚生小朋友嘅人去享有子女嘅免稅額、延長產假等等嘅福利津貼，目的就係想俾夫婦可以有更大嘅經濟誘因去生小朋友。由此我哋可以見到，結咗婚嘅人會成長咗，諗嘅嘢亦都會多咗，所以佢哋會因應心理層面、經濟層面，先至再進一步去考慮生育問題。固然之，佢哋生小朋友嘅心理準備亦都係會多過未結婚嘅人。而未婚成人呢件事喺世界各地亦都唔太接受到。講緊嘅係根據立法會顯示，喺南韓、日本都只不過係得2%，而喺香港都只不過係得8-9%嘅百分比。同樣啦，我方主辯亦都有講過美國嘅例子，有較多嘅人會因為未結婚而去做墮胎手術，就係因為唔想生小朋友出嚟，都要傷害自己嘅身體。唔知有方同學有冇睇過墮胎手術嘅影片咧？而我就喺新聞堂就睇過啦，就係將你嘅陰道用個頸擘大，俾個醫生用個鉗去將個胎搞嚟搞去，搞碎咗之後再拎翻出嚟，呢個過程我都覺得恐怖啊！但係有方同學仍然都覺得呢樣嘢亦都冇乜問題嘅時候，但係點解想問有方同學點解會仍然有人去主動傷害自己嘅身體，亦都唔生小朋友出嚟啊？多謝各位。
人力資源需求最高嘅製造業同農業趨向自動化、人工智能嘅開發，並重複性高嘅工作被取代。對大量人口嚟講，呢、這個人力資源需求都減少。按照温柔安和嘅邏輯，唔係唔需要提高翻薪金嘅咩？當我哋翻去南亞當婚女大當嫁出現嘅中國古代社會嗰陣，我哋唔難發現婚姻嘅情況缺乏彈性。婚姻對當時嘅人嚟講只有三個作用：成家立室、養兒防老、光宗耀祖。男人22歲結婚，女人20歲出嫁。無數對未曾相識嘅男女喺回歸憲政下成為夫婦，而婚姻被視為社會責任。唔結婚又會點咧？唔單止會被受社會輿論同埋批評，又會被視作不孝，父母會受社會施壓。我見呢句話嘅原意難免帶有一絲強迫性同選擇自由有所衝突。最後問柔方何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咁重要，越早結婚越好，係咪現時即使揾唔到對象，經濟唔成差，都應該行翻好多嘅盲婚假嫁咧？多謝各位。有消費先會有生產，我講生產完冇人買，又點會有人生產呢？
前，其實你哋全場都冇論證過結婚年齡同埋生育率有咩關係喎。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新聞啦？依家平均嘅平均結婚嘅年齡都係30.5歲，而平均生仔嘅年齡都係32歲。32歲已經係屬於高齡產婦。對於產婦嚟講，佢哋會隨住嘅年齡發展，佢哋嘅身體會有差咗，卵子嘅質素亦都會差咗。對於小朋友同媽媽都會有危險嘅喎。所以高齡產婦係係會有危險嘅喎，所以其實越早想佢哋結婚，所以其實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呢個概念，想佢哋早啲結婚生仔並冇錯喎，係為咗佢哋健康著想啊，有方同學。嗱，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嚟喺香港、台灣、日本等等呢個城市，多過一半嘅年輕情侶或者夫婦都唔想去生育，所以有方同學，其實你唔應該去鼓勵人更加早去結婚，而係鼓勵生育嘅有方同學。有翻啱講過啦，未婚女生係無可否認，但係香港而家目前未婚先孕嘅人都係佔8%，而到咗韓國同日本都只係得2至3%百分比。之後到思想較開放嘅西方都係只有不足50%嘅未婚先孕喎。咁啊，有班同學點解佢哋結咗更加人係因為結咗婚之後？
有個34有經濟能力未婚先人咧，我媽咪啱啱都講過，香港生育率咧係89%得唔到嘅祝福，只係剩翻華人嘅限於，正正因為未婚先育啦，因為啱啱講因素唔選擇墮胎，正正因為成為墮胎帶嚟嘅愧疚壓力，雖然最後都好多人都會選擇先結婚。如果佢有跟黃所講。其實有方同學今日發長上嚟笑，佢最緊論證唔到係點解結婚一定會達到呢個生育率提升，所以有方同學成場自由辯論都冇論證到有方嘅辯題，你站方喎。少子化同老龄化嘅问题都可以得到缓和。结婚
説話去決定咗自己嘅後半生。而家嘅社會同緊我哋講，唔結婚嘅社會唔係一個好嘅選擇。所謂選擇係人經過佢思慮之後所採取嘅自願性行動。雖然呢個選擇唔係最好，但我哋依然會尊重你作出嘅決定。每個人嘅選擇權仍然掌握喺佢自己嘅手上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比賽嘅尾聲，今日有方同學好功利噶，同我哋數咗好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嘅社會功能，例如佢可以解決少子化、人口老化。首先，有方同學講呢啲好處同辯題係冇直接掛鈎噶，因為辯題係講緊全部人越早結婚出現嘅好處。講到尾，有方同學都知道唔同人有唔同嘅考量，但係依然硬加一把尺，好似每個人嘅意願自挑不自滿。以香港為例，超過80%的市民都因為育兒成本過高和工作繁忙而無意生育，即使真的願意結婚，依然不能夠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依然不會生育。有方同學提出的這些好處套用不到在現代的，何況經歷了產業轉型之後，勞動人口現在是否依然是這麼重要呢？因此，以上這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出現的原因都消失了的時候，我們更加見到這個概念在現今已經不適用了。追溯翻過去，為了增加勞動人口、社會發展，古代社會一向期望男女到了適婚年齡就要分嫁，因為可以生兒育女。而《論語》當中更加提到，凡到了成婚年齡而不分嫁者，要自其父母之罪。講翻年輕人的命運就是被安排，只有一條路可以行。古代的這些年輕人往往都不是自愿的，可惜因為社會和成長環境的壓力，他們就要被迫分嫁，女性要為家族添男丁。不要說追尋理想，沒生到女仔已經很幸運了。而男性又被迫要負上養活家庭的責任，無論有什麼經濟壓力都要自己一個硬食。經過了社會改革，人民勇於爭取自由、自主、平等，這些是現今有方同學都無法否認的主流觀念。現今年輕人終於可以規劃自己的人生，由他們自己選擇結不結婚、何時結婚。例如在現時的美國，有超過1/5千禧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認為事業等等其他的範疇比他們人生裡面比結婚更加重要，其中有25%更加表明這一世人沒有結婚的意欲。有方同學不應該好像逼婚父母那樣，以自己的想法套用在所有人身上。再放大一看，其實這個概念當中是蘊藏著很嚴重的性別差異的。古代的社會女性地位低微，不能夠接受教育、保育立的經濟能力，只能夠依靠男性生活，因此結婚是他們人生理所當然的一環。強迫女性進入婚姻、生仔，就是我們社會根深蒂固的概念，將女性當作為工具項目，而不是一個個人。翻返嚟現代，社會平等是一個核心價值，當結婚對女性來說不再是生活的必須，而是一種愛情的體驗。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當由古代環境封閉、思想單一，到逐漸社會進步，我們不是應該更加守護由前人爭取回來的平等，尊重不同人的選擇呢？所以有方同學不可以一概而論，說所有人就應該到一定年齡就應該結婚。講到尾，其實我方並不是否認結婚的好處的，但在現今世代裡面，它再不是人人適用。不知道有方同學有沒有寄過信呢？寄信是現今作為一個溝通的工具，並非大部分人的第一選擇。有人覺得佢文字有温度，的確呢啲都係佢嘅優點，有佢嘅好處，有佢嘅價值，但係唔等於人人都一定要以寄信作為唯一溝通嘅方法。同樣地，有方同學唔可以將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數之於理所當然。結婚有佢嘅優點，唔等於所有人去到一定年紀就應該結婚。應該人有住個人嘅理想追求、事業上嘅進步、唔同嘅興趣，喺有方同學嘅邏輯底下，通通都會被結婚所框架。當結婚是關乎當事人的人生安排，有方同學漠視他們的人生自主權，只會弄巧反拙。你可以選擇寄信，可以選擇結婚，你都有權利選擇其他面向。因此，盲目咁樣提倡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在現今社會根本不合時宜。多謝。Thank you.
咁啊，唔該曬所有啦，今日俾條咁即係我都覺得幾深入嘅辯題啦，大家去諗一諗。咁我其實覺得兩方面其實都有難度嘅，係因為你哋呢個年紀咧，要去尋求婚姻嘅意義咧，其實都好困難嘅。但我覺得呢條辯題佢有魅力嘅地方就係佢其實唔單止一啲可能係數字啦，咁其實好多可能感性上邊啊、情緒上邊嘅需要咧，其實都好考驗。學嗰個演變嘅技巧，即係未必係一定係純粹係邏輯方面啦，因為我哋講緊嘅可能係愛情，講緊係組織家庭，講緊好多人嘅感覺嘅時候，其實我呢個未必係一個可以好合理嘅期望啦。我自己去期望嘅就係裏邊可能有好多大家對於可能婚姻嘅意義嘅一啲可能渴求啊、憧憬啊咁樣去演繹呢場。但是呢算我有些直言，就是我覺得雙方今天那個準備和那個切入點呢，用我用一個都比較即是講笑咁講啦，是有些難缺的，就是兩邊即是很多數字可以講到出來的，例如是一些可能健康的數字啦，一些勞動人口的數字啦，教育的數字啦，經濟的數字啦，甚至可能講國內生產的數字，其實你問我這些會不會跟這個婚姻完全沒有關係呢？那我不同意的，但可能當中我需要的推論就是我要先有一陣對於婚姻本身，對於可能個人的成長是不是，我期望可能會聽得多一點的，就是婚姻可能一個人他需要愛情的，需要情感的支援的，咁但係有婚姻同冇婚姻之下，其實個分別喺邊度咧？其實呢方面，我覺得各位可以先係確立咗先，係咪對婚姻認可啦？再去講係咪生仔咧？因為我兩邊其實都有打對方嘅仔，其實離得好遠啊。正方嘅切入點咧，係男女平等 ，OK 啊？咁我覺得正常你睇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係咪？同埋你哋嘅好強調嘅就係呢點捉不準嘅就係越早結婚越好，係咪？呢點亦都係我自己覺得係正方即係比較正路嘅切入點啦。但係可能講到男女平等方面呢樣嘢，我自己就覺得當然佢因為你要將呢條辯題扣好似啊嘛，你話擔心嘅嘛，一定就係講話呢個儒家思想啊，女子咧佢可以有自己嘅選擇權嘅，係咪啊？但我覺得一樣嘢好簡單嘅就係，係咪結咗婚之後就可以男女平等咧？係咪啊？即係喺現今社會嗰個意義裏邊，男女平等同結婚係咪一個排斥嘅一個關係咧？咁顯然唔係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用呢個切入點嚟到切入嘅時候咧，可能當中要有好多功夫去包裝，或者係會換個人啲字眼用嚟切入點會好啲咧。咁至於反方嘅切入點咧，就係好強調呢個人口老化。咁但係呢個係基於一個假設，就係結咗婚一定要生仔，一定要生得多過而家，啱唔啱先？係咪啊？咁你話個婚姻個率已經係低嘅時候，係咪？你要個人口唔即係老化少啲，係咪要生得多過而家先重要？係咪啊？咁呢個假設顯然係好難去達成嘅。OK 嚇，咁所以用人口老化嚟到去作為婚姻嘅切入點咧，我自己覺得係。行咗一條都幾過過，呢個係三零啊六零啊 ，OK， 係啦，咁所以咧呢度就顯然你哋會行覺得難好多，明唔明啊？嚇，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其實辯題大家望多一次啊，我期望兩方面咧其實有好多點可以搶噶，咁但係大家頭先就會覺得其實大家唔係好理嗰啲字。咁我就覺得可以下次處理辯題嘅時候可以小心啲啊，即係唔係話完全兩邊一邊都好好掂，但係我期望嘅交鋒點其實喺嗰啲點度，但係即係都唔好掂嘅時候，可以聽一聽，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嗱，第一樣嘢啊，大家大嗰個字啦，係咪啊？即係講緊嘅係年紀大，咁個大係幾多？其實正方有嘗試去開頭去試下搶下呢點，但係發覺反方唔好搶咧，你哋又真係放棄咗。搶啦，即係你想逼佢喺一開頭質詢嘅時候，20歲至30歲、40歲，係咪？我就認為咧，其實遲啲咧就會即係會著數啲。咁呢方面正正捉咗你哋嘅圈套啦。然後你應該佢話咁你哋可以繼續喺後場打佢啦，係咪？但係你發覺原來反方對呢方面冇乜反應嘅時候咧，你哋即係就放棄咗呢啲，咁我覺得都正常嘅嚇。咁但係呢啲其實值得
濟啦、係情感嘅需要啦、係責任上面啦，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嘅，係咪啊？咁所以呢個嘅推論咧，其實期望可能係有嘅，即係大家對於大嗰個定義係咪呢條其實好老實講，大家個交鋒都係在於問題嗰個定義啫。有啲數據其實未必真係啱用，即係又或者咁講呢條辯題，如果真係要用數據嘅，可能係一啲可能心理學啊，又或者係一啲社會學嘅數據，可能對於婚姻嗰個探討會好啲啦，就好過好多經濟學啊，一啲好宏觀嘅一啲即係世界性嘅經濟數字啊咁樣啦。咁、那個大致其實值得大家去長遠去定義嘅。咁第二個就係不合時宜啦，係咪啊？不合時宜其實尤其越是對於反方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去扭轉個局勢嘅。因為不合時宜咧，你可以好簡單，即係正方一定係講緊呢樣嘢係唔係好啱而家個社會，都盡量放輕啲嘅正常嚟講。反方去講嘅就係、是、可能不合時宜係一種替代性嘅觀念，就係、是、已經有一個更好嘅觀念，我哋能夠去處理而家嘅問題，去應對而家問題。不合時宜係一個幾強嘅字嚟㗎，即係一個替。如果你做反方就係一個替代嘅一個咁樣嘅後置。係咪啊？即係男方咧，而家不合時利益取替，咁正方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維持而家世界嘅平衡，去做到啊？即係能夠照顧大家個情感嘅需要，照顧責任嘅一個人嘅成長責任嘅承擔係咪啊？再組織家庭嗰種喜悦，點樣可以取代呢？係咪啊？咁你逼佢講，咁呢個不合時其實應該係有得教嘅。正方就純粹話就不合時就係有啲嘢同而家個方向唔啱。反方就有替代，咁可能就會拗多少少啦，係咪啊？咁呢點又係冇人搶過完全，呢點啊即係誇張少少，完全冇人搶嘅。咁去到第三點個當啦，係咪啊？嚇咁啊，即係理應嘅意思。簡單啲嚟講嘅就係、是、究竟係一個必然性啊，定係一個建議啊，定係一個約定俗成嘅觀念啦、啊，係咪啊？咁呢點其實都值得大家去諗一諗其中嘅含義嘅啊。咁啊正方應該可能頭先都有人講多少少就係利益啦，係咪啊？嚇，即係越早結婚越好，係嘛？反方就其實由頭到尾都好似冇乜點結過，即係個當字究竟嗰個含義究竟係點咧？係咪啊？講緊嘅就係一定要結婚啦，講緊嘅係如果有條件有心理準備同經濟準備之下結婚啦，定係點？其實你哋解多少少就會多啲出路去行。咁頭先係冇講過嘅，係呢個當字係嘛？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即係除咗頭先講嘅人口老化之外嘅另一個可以嘅切入點啦。咁所以其實呢條辯題咧雖然個辯題好短啦，但係其實切入點同埋交鋒點都好多嘅。咁再加埋可能大家揾資料嘅時候可以揾多少少可能對婚姻意義啊嘅一啲可能係社會學家、哲學家嘅一啲。探討啦，對於佢個人成長、責任嗰樣嘢，有啲乜嘢無可取替嘅好處？咁我諗成個辯題嘅討論會係再豐富啲。咁到最後啦，就係、是、講緊大家嗰、那個自由辯論，或者係即係質詢嘅時間啦嚇。咁、我覺得開頭嘅質詢大家都有目標嘅，咁但係去到自由辯論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雙方面都有啲問題啊，純粹就係問啊對方有咩好處啊，有咩價值啊，咁呢啲我諗比較係一啲即係好大路嘅，其實只要正路隔離嗰邊將自己嘅主意講多次，其實都答到呢啲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自由辯論所問嘅問題可以個時間上面再增長多少少啦，包括收集個範圍同埋喺個前場面，例如阿正方。可以問多少少嘅就係佢對於婚姻個定義究竟係乜嘢，係咪一個好處究竟乜嘢？你覺得佢唔係合適啊？你真啊，即係呢個，其實你睇下佢講唔講到，咁我諗你係會舒服啲嘅，如果咁樣問下。咁但係頭先我哋聽嘅時候就即係大家都係好似站住自己個方嘅，隔離有邊有咩好你有咩好處啊？你有咩價值啊？咁人哋將個主意嗰度擺喺前面答翻你。又即係咁樣問就冇乜意思咯咁樣，咁我所以覺得就喺自由辯論方面可以做多少少準備啦。咁我嘅分享喺呢度，咁多謝各位。可能甚至唔同。
嘅一個，我係之前上兩班好似冇記錯做做過兩評判嘅，所以我先講解一下我評分嗰個嘅評評語嘅一啲判。我會交代嘅係一啲，如果我今日我個票俾唔到你哋嘅話，一啲我會覺得俾一啲輸嘅理由係啲乜嘢嘅話，但我今日想先講反方，因為反方嚟講咧，我今日原本你輸嘅最大理由嚟講咧，因為今日你嘅最主要嘅立場咧就係、是。嗱，今日而家嚟講咧，就出生率好鬼死低啦，咁人口老化問題好嚴重啦，所以就應該提倡翻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咁啲人結婚就係生小朋友啦，生小朋友之後嚟講咧就可以解決到解決咧舒緩到人口老化問題，呢個就係你全場嘅最大嘅推論，應該係咁啦，我諗我理解錯應該係啦。而呢一種嘅做法嚟講咧，如果我今日要判你哋輸嘅話咧，我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孤注一擲嘅做法。咁但係呢個孤注一擲嘅做法嚟講咧，咁我就會覺得有一啲部分嘅疑問嚟講，就正方提出咗疑問，例如嘅係點解結咗婚一定係會生小朋友？咁觀乎咁即係大家即係讀書翻學校，咁總係見到有啲老師結咗婚但唔生小朋友，都係嘅。咁都有好多原因嘅喎，係咪先？咁即係正方係提出咗一啲疑問，即係話咁結咗婚同你生小朋友同埋係乜嘢？就算佢會結婚同生小朋友，都可以，例如頭先阿周老師所講，大家都冇對大呢個字有一個定義，即係大點樣先叫大咧？嗱，如果用呢句説話係有人口嘅，即係如果我哋用翻股市嘅做法嚟講咧，我哋取個大約數字嚟講，股市基本上嚟講咧係20歲或者之前就會結婚，基本上就唔超過咁做法啦。有啲情況係會低到13、25歲都會有嘅，都會係。咁即係我當20歲啦，俾咗你嘅佢。咁你究竟你嘅生活中想發大嘅點解咧？會係即係我會有一個問號，係啦。即係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那個當字又係咩意思啊？係個問號啦。咁如果用個股市嘅做法嚟講，因為股市就係直頭係政府立法係規定你一定要十幾歲就要結婚，甚至乎有啲朝代係大過到嘅地步係你唔結婚 OK， 你同我交五倍嘅税俾政府交。係啦，有啲情況我哋啲正方所講就係話，連家人你嘅家人係有罪嘅，因為就係你冇安排到自己嘅子女去結婚咁樣就係。咁即係我又即係我覺得嘅係，你如果你咁孤注一擲呢種嘅情況，但我又唔係好理解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大同埋多呢兩個字究竟嘅意思嘅時候嚟講咧，咁我就會覺得喺你呢一種咁樣孤注一擲嘅推論時候嚟講，我就覺得我有啲唔係太信服到我。但我覺得嘅係正方呢一方面嚟講，又指得即係除咗淨係指出咗結婚唔一定等於生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就話係冇利用到辯題入邊嘅一啲嘅重要嘅字眼嘅定義去俾你去做推演嘅時候係我哋，咁我覺得嘅係呢個問題，我覺得係雙方係有一啲缺失嘅，即係問題，即係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到第二樣啦，去到辯題入邊講另一個好重要嘅字眼叫不合時宜，其實不合時。而呢四個字係有得解嘅，都係咁不合時宜嚟講咧，簡單啲嚟講咧，就話係即係就係話呢一樣嘢嚟講咧，係一個絕對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基本上嚟講係唔適用於現今嘅社會，係啦，要去到呢個地，即係要去到呢個地步。例如有啲咩叫不合時宜啊？例如古時嚟講，你阿爸阿媽，你話阿爸阿媽死咗，你要守孝三年，即係呢個社會喺現今嘅社會嚟講，你係唔適應先嘛？冇係即係冇可能。同我講，因為股市嘅狀況係，就算你打工，你做官，你都要即刻要辭官，你要去領辭，守孝三年咁樣嘅嘛。你現今社會不可能，呢就叫不合時宜。又或者係就係話係你古代嘅好多婚嫁儀式嚟講，你有好多係一啲繁文縟節嘅，即係就會係咁。而家係會精簡嘅，咁點解精簡就係話好多嘢叫不合時宜？嗱，呢一種就叫所謂不合時宜。咁所以嘅就係話係，我覺得嘅係，如果今日反方嚟講咧，就係話好少用呢啲字眼嘅時候嚟講。即係我知道反方係唔處理嘅，真心講一句。但我覺得嘅係你要，如果就係一個唔容易處理嘅站方嘅時候嚟講，呢一啲嘅字眼上你，我覺得嘅係一定意見嚟講太快去放棄咗嘅時候嚟講咧，咁我覺得其實你就冇事底。呢個就我覺得其實點解我就會覺得，即係我點解頭先一開始用四個字用孤注一擲去形容就會係咁解啦，就係即係呢個我覺得嘅係反方今日嘅就係話係你喺個辯題入邊嘅字。一啲嘅定義上，因為如果我覺得嘅係你定義上，譬如話要講到不合時宜，係要講絕對嘅時候嚟講咧，起碼呢個位置上，正方都要有花啲有說服力嘅解釋去講點解呢啲嘢係仲係即係有選擇得嚟，但又叫做又係不合時宜。
係，即係呢個係一個直播，我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冇喺一開始前面嘅時候，佢直播試壓佢嘅時候，嗰陣就冇試費嘅就會問。咁呢個係呢個問題啦。咁同埋嘅就係當反方係，即係當直播喺度不斷咁追問嘅，喂，咁其實早結婚生小朋友，早結婚點解有同齡會生小朋友個獨特利獨特嘅原因係乜嘢？其實香港啲嘢就有大個講座㗎。如果我冇認知錯誤嘅話咧，一個人大約係最適合生育年齡嚟講係大約五十歲，即係當你嗰個身體機能係最好嘅時候啦。即係等等，即係你做咗計劃嘅係我生完個小朋友，佢去到即係過廿歲之後，佢都係四廿幾歲嘅都冇問題。咁其實等等所有嘢計曬之後嚟講咧，大約廿幾到三十歲之間嚟講應該係最好嘅時間。咁頭先當年我聽到少少講高齡產婦嘅，冇錯，好似喺自由面裏邊冇記錯嘅都係，即係其實你其實係。你係答到個答案，但係你又唔早啲答個答案出嚟喎，會唔會係？咁呢個變成嘅就會係，即係我就會我就就好唔就跟住背嘅就係，其實你哋放棄，即係你哋唔係唔知道呢個答案，但係你哋就會我就會覺得，其實你係唔知啲點解思咁就係，即係呢啲又會係，即係同埋人嘅嗰啲位嚟講，可能係正方未必同意，但係如果喺反方今日呢一種嘅邏輯嚟講，其實喺某程度上係成立嘅，就會係。咁又我記得唔記得邊個位聽到佢嘅就係話係。其實今日嘅社會同以前嘅社會有啲類似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點解就唔係多嗰類大方格？古時嚟講，點解要生小朋友？實點解就最其實唔係淨係單純正方面所講傳統接代嘅嗰啲，唔係淨單純咁解，包括嘅係勞動力問題，即係古時農業立國，你係需要勞動嘅。所以嚟講，以前嘅古時嘅社會嚟講咧，越係窮嘅家庭嚟講，佢越係會生小朋友就會係，因為生多個人嚟講，咪可以幫嗰人耕田咯。呢個其中原因。第二樣嘢，國家發展上面嚟講，打仗啦，或者經濟上面等等嘅因素，全部都係地方透過人口呢一樣嘢做。當然我都知道呢個係正方今日嘅論點一嚟講就會講咧，就係話而家係 AI 嘅世代啦，機器世代啦，我理解嘅就會係。但係我覺得如果係跳入去反方嘅世界嚟講咧，其實呢一樣嘢嚟講，我淨係聽到一次，大約去回答一至兩次嘅話就會係。但係我就會講，即係你要講到嘅就係、是、你講出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就係你講唔到最後一樣好重要講就係、是。人口的重要性係乜？即係人口點解呢一啲要生小朋友先？個原因係乜先？即係呢個我一再車講啲嘅就係話，即係可以幫政府可以反駁就係話，咁其實呢個某程度上係你係對社會或者國家負責任嘅一樣嘢嚟嘅喎，即係點解政而家好多國家嘅政府你都係要推動，即係啲人去生小朋友，即係呢個國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咁你推動呢啲嘢，其實都係為咗嘅就係話，其實講嗰個國家嗰個嘅發展嘅做。即係當正方要提講好多個人思想嘅時候嚟講，咁呢一樣嘢唔係就已經更加確實嘅咩？就係即係要令到你對呢個社會或者對呢個國家有承擔嘅時候嚟講，即係其實係可以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嘅。即係我覺得其實點解我今日對你哋嘅立對你嘅睇法就係太孤注一擲，而呢個孤注一擲嚟講，其實係好危險嘅做法嚟嘅。即係就係呢個我就如果係我今日冇答過書嘅，就係以上嘅嘢都嚟講，不過冇情況。正方嚟講咧，我覺得嘅係鋪出嚟嚟講咧，條主線嚟講咧，都會易明合理嘅。但係嚟講咧，就會係譬如有啲位置嚟講咧，好容易會中間會甩咗嘅。譬如係啲咩，例如嚟講嘅就係話，有啲譬如開始有講到嘅就係話，喂，自由優先，唔一定要建立家庭嘅咁樣就話，我會再推多啲嘅。譬如嚟講係，喂，咁其實依家好多人嚟講，譬如中間佢有聽到啲嘅，譬如話，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我要建立好我事業先。即係可能係同一個時間同一個 moment， 你可能就係、是、我如果我揀咗生仔，你生咗仔之後嚟講，你都可能你特別對女性嚟講，你生完仔你頭幾年嚟講要照顧小朋友，可能代表嘅係佢嘅事業向工作機會可能會錯咗就，即係呢個就人生交叉點嘅時間。以前嚟講就係以前唔會有呢一樣嘢啊嘛，就係因為以前嘅環境就係、是、女性嚟講就係上工教子，就係生到一出歸母咁就會係。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呢一回事嘅時候嚟講，咁我就會覺得係會你個前後對比係會再立體，即係以前真係女性係唔需要諗呢個問題，而且以前女性嘅社會嚟講係真係係即係係絕大多數嘅女性係唔會係即係就係話係離開個屋企，你喺屋企嘅責任就係相夫教子啊嘛，即係我係即係呢啲儒家思想呢啲係我不用解釋啦，我係。咁但係而家個社會真係唔係咁運作噶嘛，就係、是。咁你就會更加跳到去不合時。嗰樣嘢係要講嗰個社會嗰個嘅運作係乜嘢嘅？個社會運作唔係真係俾你係咁樣做嘅喎，咁我會覺得，即係我會覺得嘅係即係當然我知道見到嘅就係話你係防咗佢手，會譬如話講嗰個嘅生育率嗰個問題，就會講嗰個嘅就係話係嗰個勞動力
要嘅嘢，我講得再衰啲，你人口老化其中一樣，即係最反映到嘅就係人要交税嘅啫。咁你機器會幫我哋交税嘅，咁啊即係就會係講搞笑啲啦，即係就會係，即係你始終人係有佢嗰個嘅，即係嗰個嘅重要性喺度嘅，就係，但係呢個係純粹嘅搞笑啦。但係我覺得即係認真講喺度係，即係例如嚟講，我覺得。你今日點解政方應該要標籤化妝嘅咧？係乜嘢咧？就係，你將化妝今日係咁講生育率，你就會將人視為一堆數字。咁你人係視為一堆數字嘅時候，呢一樣嘢嚟講係咪仲係一個合時嘅做法先？即係你我覺得要更加嘅平衡形象化，就係其實我哋今日真係從一個人性嘅角度出發嚟睇，我哋唔係化妝嘅角度，個化妝就覺得係一堆數字咯。即係要諗嘅就係話，喂，啲人要結婚，結完婚之後又幫我生仔 ，but 但個問題係。結婚生完上小朋友，你做緊後面幾廿年嘅嘢咁樣做落嚟，係啊，同埋就係你結完婚，香咁全世界離婚率都好鬼高喎，都係咁離婚咧，佢係一個點咧？都係即係你即係例如嚟講即係你譬如話你生完小朋友之後嚟講，都有好多對人生嗰個社會有好多問題嘅，都係咁呢一啲問題嚟講又係咪即係就會令到就係大家係結唔結婚生小朋友之前嚟講都會諗多咗好多呢啲問題。即係我哋要，我覺得嘅係唔係話法，即係我覺得嘅係你要講得再 practical 啲咧，喺一個人嘅角度。即係如果你本身都要喺一個人嘅角度去講嘅時候嚟講，我覺得係應該再前地。咁你變成嚟講咧，就我係唔係淨係講你呢一堆嘢啦，同埋即係點解當老師一開學講嘅就係話大家都即係我覺得嘅係爭嗰一步嘅就係，我哋正可以再突出嘅就係話係你點樣喺一個好前地角度，喺人嘅角度，喺人嘅選擇或者。好多考量上嚟講，我點解我揀結婚先？點解我揀就算結婚之後都揀，就係話係去即係去生小朋友咁樣做咯。係，即係我覺得係要因為特別當你嘅今日你嘅政綱主面一開出嚟，第一齊就係要講適用現今社會背景同價值。但係我又覺得嘅係，你今日唔係好做得到你打車嗰個嘅要求嘅就。係，即係呢一個嘅係，我覺得係我覺得係正方。如果我今日我調俾唔到你嘅話，你呢一集我唔想你有咁大嘅討論呢一個。
係我即係呢個年齡嘅階段，咁啱我喺呢個年齡階段啦。咁嘅時候，我想討論嗰啲就係喺現況嗰個社會底下，究竟結婚嘅能力喺二十至二十以上係咪真係擁有？即係坦白講，我哋問我現況喺一兩年內要結婚咯，即係金錢上啊、心理嘅準備啊，乜嘢全部都係未完善。即係我哋話齋個社會改變咗好多嘢，例如個升學嘅途徑多咗啦，前延長咗個學習嘅年啦，甚至係個總社會對於即係可能年青人嗰幾時要自立啊咁樣，佢係全部改變嘅時候，究竟咧你哋都突然就諗，但係講翻可能要盡量二十至我講廿五歲啊，寬恕即係寬鬆啲啊。咁喺呢個年究竟可以結到婚，甚至有能力結婚就有能力説服另外一半同佢長相廝守，個可能性執行性有幾大？咁我就更加符合到而家個合時宜嘅重點，就係講翻現況。咁有啲咩最嚴重嘅阻滯，就會令到佢哋連呢個概念都未必達到。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個方向唔係。咁至於啲反方咧，我覺得今場的而且確同意咧，講睇嗰條條文，我覺得反方係絕大難題，即係。但咧，我仔細睇咗之後咧，我就覺得喺個不合時宜呢四個字咧，即係好似前兩位評判所講，其實反方可以再用多啲心思去處理。咁嗱，首先講一啲資料或者問題先。嗱，第一最簡單嘅。我有個資料一直都聽唔明，就係法官係嘗試解釋過嘅，就係結咗婚嘅佢嘅生育嘅比例或者生育嘅比率高啲啦。但係呢件事情，你只係觀察到呢兩件事情同時出現，即係有結婚嘅佢有生子，但係好難去直接俾一個親關係就同我話，因為係結婚呢個原因先至導致有生子，即係呢個佢同時出現同埋佢有親關係呢件事情咧，唔係完全相同。更甚係咩咧？當正方又提出一啲質疑，就話係佢結咗婚都唔生仔，甚至啲人唔生仔嘅原因啦，可能就有啲傻佬，佢未準備好，佢經濟唔夠。咁喺呢狀況底下，你逼佢結完婚都好，其實佢都係唔生。個重點唔係在於佢結婚唔生，而係佢未有呢種能力，未有呢種準備，其實佢唔生。所以如果單純將佢哋即係好簡單觀察到個狀況，就係有人結咗婚就生咗，入去解釋先解釋話，想鼓勵嗰啲人結婚就嗰啲人生，咁我會認為呢個。係好為偏及，但我反而咧好同意就係你自由評論咧提出高齡產婦呢啲概念，我呢啲真係好現實性，好層面可以直接回應到嘅質詢，因為質詢就唔係一個好簡單概念，就係點解做啲生活啲。咁當然啦，除咗高齡產婦，你哋都之後都有嘗試挑戰嚟話咩，即係我最簡單嘅數學啦，即係你做啲生咁，你邊可以生多一兩個咯。咁所以呢啲狀況，但係咧，我覺得你哋要即係如果真係想討論清楚緊啲嘅現況，即係面對你哋現時社會上最嚴重嘅問題。化呢研究嘅狀況，但係咧，我對於呢個時間線上嘅準備各方面比較多。咁至於你問我點樣可以令到反方可能得冇咁劇，即係唔會好似不斷俾呢個道德不應正常咁喺度不斷俾人講話唔合乎現況嘅價值觀咧。其實因為我就想講翻個不合時宜，因為我唔知大家點樣去定義不合時宜呢個概念。因為我哋有不合時宜呢個形容詞啊，即係一個對前呢句説話嘅。第二就是他未必一件不對，即你不需要判斷那個說話是不對應不應該，他只是一個可以很客觀的事實，就是現代社會行行行的這種文化和趨勢。因為那時候的解釋就在於即我的理解，即對現況的社會甚至趨勢他符合的，現況社會趨勢可能是符合的一種不合理不應該一種錯誤的價值觀，但他是不是。但同樣當下呢個説話不合時宜，係咪代表一定要反方去論證清楚啊？嗱，大家可能必定一個適用喺所有人身上咧，咁又未必，即最簡單嚟，即係可能叫大家多飲水啦。咁但如果就翻翻上嚟出一啲例子，話啊唔係喎，有啲人咁想係啲對水敏感，受啲水中毒嘅，咁唔係佢推翻呢句説話不合時宜，因為你本來已經係個社會大多數嘅概念。所以甚至喺呢個位置咧，我覺得反方咧係需要為啲結婚嘅合宜咧作出一個，即係俾一個新型，因為正方可能就將結婚呢樣嘢就好定定古代嗰種，就係、是、為咗生產啦，為咗佢即係生育啦，為咗佢未來可以個女性可以獲得啲多啲保障。但喺現代社會，當你哋都同意現代即係雙方同意女性個地位上升咗啦，男性同多女性，其實結婚嘅合宜有啲咁簡單，即係我單純從個人層。有可能我情況解呢個，即係咁咪就係一個另一半嘅承諾。呢件事情係咪現況社會追求嘅嘢？佢係咪一個持續可行嘅目標咯？所以甚至喺一個社會角度底下，為咗你哋，啱先可以就
聽唔到話結婚就係咁古代咁守舊。